蚊子大人们，叮我，叮我，我的血量已经满了。好，我叮。我喝饱了，我也喝饱了。晚上我们继续来叮你，你准备好了？遵命，蚊子大人们。我给小雪吃汉堡，你走开。小雪最爱吃青菜和水果了，我给小雪吃青菜、苹果。啊，小贝姐姐，都怪你！什么？你怎么能怪我呢？我不要吃蔬菜，大宝，快给我吃汉堡，给你。太好了，我的血量恢复了。奇怪，小雪，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吃这种垃圾食品吗？哼，不用你管，我还要吃炸鸡，我的炸鸡给你。啊，太好了，再喝一瓶饮料，我的血量就能回满了。小雪，给你喝牛奶。啊，我不要喝牛奶，我要喝可乐，喝牛奶对身体好。你还是喝牛奶吧，我就要喝可乐。小雪，你怎么这样啊，我不要帮你了。小雪，我给你喝可乐。太好了，我的血量终于回满了。小雪姐姐，你说的血量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你们快给我走开。小雪，你太过分了，我给你汉堡可乐，兄妹给你炸鸡，你吃饱了就赶我们走。哼，我就过分怎么了？你们快走开，我不想看见你们。哼，兄妹，我们走。伙伴们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对待你们的。小雪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？还是让我看看吧。哼，我要让童话王国的人都被我订个大包。可恶的蚊子，不许你们伤害我的朋友。哼，只要你天天让我叮，我就放过你的朋友们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快去救小雪吧。朋友们都给我叮。太好了，小雪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小雪，难怪最近没有蚊子叮我呢，原来是你保护了我们。可恶的蚊子，我拍。伙伴们，你们讨厌蚊子吗？快告诉我吧。